苹果在取消台币75块的 Apple Music 声控方案后，台湾 Apple Music 也跟进调涨国外调涨。Apple Music 个人、家庭及学生方案平均调涨15块台币，同时继续提供免费试用一个月。原本台湾 Apple Music 订阅价格，学生方案每月70元调涨为90元。个人方案每月150元调涨为165元，及家庭方案每月240元调涨为265元。Spotify 自7月开始也针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调涨价格。在 Apple Music 此次先出手涨价后， Spotify 恐怕接着就会跟进调涨。目前，台湾四家音乐串流平台个人方案价格： Apple Music165元 ,YouTube Music 169元 ,Spotify 149元 ,Kabox 149元。 Apple Music 是无损 FLAC 中最便宜的串流选择，还能体验空间音讯，感受声音环绕你四周。打开 Apple Music 开唱功能，跟住即时歌词一起唱。以上是苹果 iNews 报道。